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九章：霹雳手段。鬼谷子出山，简直等于痴人说梦。那么，袭击之人自称“我们会是哪一门？以老墨子的沧桑阅历，一时困惑莫名。莫非天下又冒出来一个秘密学派，以压倒墨家为成名阶梯？ 老墨子不禁哑然失笑，果真如此，此人岂非忒小瞧墨家？老师，秦古离师兄有要事求见。随侍弟子站在竹楼外，进来。老墨子依旧在风灯前沉思。秦古离匆匆走进，恭敬的躬身拱手道：“禀报巨子，玄奇回山。” 秦国暴君赢渠梁，一起来到。哦，老墨子身形未动，却已经回过头来面对着秦谷离。他显然有些惊讶，两道雪白的长眉猛然一抖。赢渠梁自己来了，一个人，是一个人，对，还有玄奇。 老墨子沉默有请，如何安置了？邓灵子并赴岳阳弟子要诛杀赢渠梁，弟子以为不妥，将他安置在客岭暂住，十名虎门弟子看护，如何处置？请巨子示下。邓灵子和赢渠梁没有比剑，比了，邓灵子轻敌之败。 轻敌，你也如此看？老墨子长长的白眉一挑，目光锐利的看着秦谷离。不，此乃邓灵子之言，弟子尚难以定论。玄奇如何？师妹擅自逃罚，弟子下令将他关在醒身洞思过，而后请巨子处置。 老墨子咳嗽一声，立即将玄奇带来见我。一个时辰后，你们四个也来。弟子遵命。秦古离作礼，迅速去了。老墨子看着秦古离的背影，轻轻叹息一声。秦古离是他的第一个弟子，数十年来追随墨子。 为墨家立下了无数功劳，早已经成为名震天下的大师，也成为墨家自然形成的第二代巨子。然则老墨子对秦古离总有些隐隐不安。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，但是对墨子永远是毕恭毕敬、唯命是从，从来没有争辩。老墨子很清楚，秦古离的性格本色坚毅严厉。 离开他，办事极有主见且果断独裁。为其如此，老墨子总感到秦古离在许多事情上未必赞同自己的决断，但却总是毫不犹豫的服从执行。老墨子一生苦斗，天性洒脱，希望也喜欢弟子们纪律严明，希望也喜欢弟子们无所顾忌的表现出本色。 在有不同看法时和老师争辩，经常说“不争不辩，大道不显”。他喜欢玄奇，就是喜欢这个女弟子的纯真活泼和敢于求真的勇气。他很少叫墨子巨子，几乎从来都只叫老师。墨子竟然例外的从来不纠正他。还有苦货，那犟牛一般的固执争辩。 邓玲子的偏执激烈，向李琴的宽厚失察，老墨子也从来不以为忤，而这些，秦古离从来没有。他在老墨子面前永远是那么谦恭服从，没有丝毫的争辩。老墨子感到秦古离和几个骨干弟子之间总有些许隐隐约约的拧劲儿，秦古离却从来不正面涉及。 只是在诸如衣食住行、健身比武等细节上有意无意的说：“师弟师妹们年轻，让他们尽兴也。”果真是年龄差异吗？老墨子有时也真是吃不准。人心如海，博大汪洋，他老墨子就能看透一切吗？可身后墨家的光大，靠的就是他们。 每每想到这里，老墨子就有一丝隐隐的不安。老师，玄奇站在竹楼门口哽咽。进来。老墨子淡淡笑道：“只身擒回赢渠梁，打工，何有眼泪？”老师，他是自己要来。 弟子带路而已。知道。老墨子淡淡一笑：“玄奇呀、啊，你以为赢渠梁如何？”玄奇轻轻的走进来，垂手肃立。老师，赢渠梁，至少不是暴君。老墨子爽朗大笑。 玄奇呀、啊，一说迎渠良，你就咬住这一句话，口才哪里去了？来，坐下，仔细说说，迎渠良如何来的？玄奇止住了泪水后，平静下来，对老师背细叙述了陈仓谷的巧遇和来神农山的经过。老墨子听完，久久沉默，直到玄奇离开。 他也没有说话。中夜时分，秦谷里等来到老墨子和四大弟子秘密商议了整整一个时辰。三，墨家论证台一波三折。初冬的太阳照到这座深山城堡时，已经是辰时了；在平原上，就已经是半早晨了。 由于墨家城堡建在四面高峰的山腰地段，非但隐蔽，而且避风。但有阳光，便是一片春意。此时正是万里无云，冬日阳光洒满山谷，整个城堡也明亮起来。但墨家总院却弥漫着一片肃杀森严之气。平日里墨家子弟演武的小教场，全然变了模样。 教场最深处搭了一座高高的石台，前垂粗糙的白布帐幔。石台前横立五块高大的木牌，大书“墨家论政台”五个大字。石台下正面一张长案，肃然端坐着大袖高官的秦谷梨在前六尺，并列三张长案，旁立木牌上大书“主便席”。 坐着向李琴、邓灵子和苦货三人。侧置一案，木牌大叔论敌席,席。案前坐着面无表情的秦孝公，遥遥相对的一座简易木栅栏中，站着似平静又似木然的玄奇。这是墨家对失职子弟的最轻惩罚。在前方丈许之遥。 是墨家黑白衣弟子四百六十八人组成的方阵，全体抱剑跪坐，腰身笔挺，神色冰冷。方阵两侧各有一个少年方队，五六十人，也是抱剑跪坐，目光炯炯地盯着侧坐的暴君。教场东侧竖,竖着四块大字木牌，写着“敬天明鬼”；西侧竖,竖着同样四块大字木牌。 是暴政必杀，教场方阵的外围，两面黑白大旗猎猎作响。这就是震慑天下的墨家论政台。战国之世，论战之风乃时代潮流。举凡名士名家，其信念主张，非经论战锤炼而不能立于世间，更不能得以流传。一种行为，一种理念，要为天下所接受。 非经反复论战而不能确立，完全可以说，那是一个演说大爆炸的时代。墨子本人如同无数名士一样，是从论战中搏杀而出、逾越而起的。作为天下一面正义的旗帜，墨家自然不能在大事上对天下没有一个坦荡的回答。 墨家纵横天下的数十年中，举凡诛杀、苛虐的暴君，无不筑起论政台，隶属其劣迹罪恶，且许其反复争辩，直到对方理屈词穷而心悦诚服的引颈就戮。纵然有理屈词穷而仍不认罪者，墨家也允许其寻找雄辩之事代为论战，以使其死而无怨。这是墨家的自信，也是天下所公认的坦荡精神。 如今，秦国国君只身上门，这番论战便显得尤其特殊。一阵木梆声响起，急促而响亮，犹如马蹄击于石板。随即，一声大锣轰鸣，悠长的荡满山谷。秦古离坐中威严宣布：“秦国暴君赢渠梁来我墨家，欲申国政，持论与我墨家所判相左。” 今日对天论证，明是非，定生杀。赢渠梁，尔可任意争辩。墨家自有公心。邓玲子豁然站起，满脸激愤，正欲开口，突然一声凄厉的长嚎从城堡深处传来，山鸣鼓应。秦孝公面色一沉，向邓灵子一摆手：“且慢，请问。” 墨家素来以兼爱非攻教天下，为何对人如奴隶？赢渠梁愿闻正义之词。邓玲子冷笑：“你可知他是何人？为何受墨家所练之刑吗？”士可杀，不可辱。无论何人，墨家都是自辨尊严。方振齐声怒喝：“大胆妄言，当受惩治！” 秦孝公微微一笑，如此，便是墨家论政台了。只听恭维之词也。邓灵子愤然道：“赢渠梁，他就是酷吏未央的贴身卫士，墨家之叛逆荆南。其人少年被人割去舌头，知武不知书，是为墨家门外弟子。下山之后，不行正道，却做酷吏鹰犬。墨家诛杀未央。” 他非但不助力，反给未央告警，又来总院为未央说情。按墨家律条，叛逆当斩。我师巨子念他苦寒出身，罚作苦役，有何不当？赢渠梁，修得借题作文，修得为叛逆张目，为自己遮掩。秦孝公豁然醒悟，离座起身，朗声道。 邓灵子诧异，既是未央卫士，便是秦国之士。赢渠梁坎坷来此，正是为秦国澄清是非。若我秦国果真是暴政虐民，赢渠梁愿引颈就戮，绝不偷生于天下，岂能连累金壮士受此非人折磨？敢请墨家以兼爱为怀，开设荆南壮士。秦国之士。 赢渠梁以国君之身，一人承当。全场安静的鸦雀无声。墨家子弟原本个个热血男儿，听得秦孝公一席极明理的肺腑之言，内心已是暗暗欣赏。秦谷离大袖一挥，放了荆南，请其入座。片刻之间。 荆南被带到方阵之前，蓬头垢面，长发披散，直如野人一般。秦孝公神色肃然地一拱到底。荆南壮士忠心为国，请受迎渠梁一拜。荆南愣怔半日，嘴唇颤抖，突然扑地拜倒，大嚎一声，泪如雨下。 秦孝公含泪俯身扶起荆南，坐到安置好的草席之上。满场墨家子弟脸上都显出难堪之色。邓林子已是满面通红，厉声道：“赢渠梁，秦国若非暴政，何故勾结游侠袭击墨家，放火杀人，蛊惑民众，嫁祸墨家？居心何其险恶！尔作何说？” 全场轰然，居心险恶，尔作何说？秦孝公对此事本不知情，心中一怔，高声道：“邓灵子此言，当有确凿证据。秦国作为上武之战国，即或贫弱，也还有铁甲骑士数万，要袭击墨家，何须勾结游侠？此点尚请三思。” 强词夺理，方阵中前三排剑士唰的站起，他们都是随邓玲子赴岳阳的铁公，对火攻袭击恨得咬牙切齿。如今见暴君否认，自是气愤难当。邓玲子冷冷笑道：“赢渠梁啊，赢渠梁，墨家所为，伸张正义，坦荡光明，永远不会有那种无中生有的阴谋勾当。” 然而秦国暴君权臣隐身于后，疲民游侠鼓噪于前，混淆视听，扰乱局势，嫁祸墨家以求一成直至今日，尚以数万铁骑反正胁迫，用心何其险恶！此事不大白于天下，谈何正道是非？阴谋不明，不能论政。三十名子弟。 愤然齐声。秦孝公万万没有想到，一场大事就要卡在这样一个关节点上。墨家将火攻袭击事件看成玷污墨家的卑鄙手段、龌龊阴谋，必欲大白而后快。而他对此事确实不甚了了。方才所讲理由虽非胁迫，倒也确实是反正。 而此时的墨家需要的恰恰是正面真相，却叫他如何说出？然，这种内心的急迫并没有使秦孝公慌乱，他坦然高声道：“赢渠梁离开岳阳，在一月半之前，火攻袭击之事岂能知道真相？此事容当后查，真相大白之日再论不迟，何须急切定论？狡辩。” 邓灵子戟指斥责：“此等大事，国君焉有不知之理？离开岳阳，恰是逃避恶名；自来墨家，又是刻意迷惑。此等大伪大奸，岂能在我墨家得逞？不许回避，讲！”方阵全体怒吼，声若雷鸣。秦孝公默然，一个死扣无解。 误会越陷越深，墨家向来固执强横，除非真相大白，否则任何解释都会被看作搪塞，而导致误会更深。秦孝公心中一阵悲凉，他想，此刻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防止这种误会演变为仇恨而不可收拾。沉默有请，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缓缓站起，突然。 空中一声长呼：“火攻之人在此。”声音苍老悠远，在幽静空旷的山谷中，钟声一样荡开。在双方聚精会神之际，这悠悠的呼唤实在惊人。不待命令，墨家方阵的人唰的全体站起。邓灵子三人豁然离座，长剑已各自在手。何方人士擅闯墨家？ 秦谷离的声音浑厚威严，一阵笑声。墨家老友，休得惊恐。声音来自箭楼，众人一看，箭楼屋脊上站着四个人，一个身穿翻毛白羊皮大氅的老人摇摇拱手道：“秦谷子，别来无恙乎？”秦谷离命令。 打开城门，放他们进来。随即也摇摇拱手。白离子，非常时刻，恕不远迎。木栅栏中的玄奇见秦孝公身陷困境，正在心乱如麻，突然醒悟，大叫一声：“爷爷！”一时泣不成声。秦孝公心中一阵惊喜，却依然面无表情的肃然跪坐。 《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》第九章“霹雳手段”，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